大家好，我是小赖，然后我今天自驾游在青岩往那个韶关的路上，刚才呢，在这边路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石头，我刚才也是从那边古龙峡漂流的地方过来，然后这个石头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。像什么？大家看像什么？哦，有大车来了。这个石头像一个大乌龟，这边看过去很像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非常像的，但是如果你从这边看的话，可能就不太像了。如果是从前面看的话，像什么？还是像乌龟？这个没人搬走啊。好了，我准备继续出发往英德那边了。